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十方善利息，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，各姓宗亲，当上历代祖先救贤之祖，当下无缘诸事因缘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今日哈，最后一点钟一节哈，咱来讲这风阴体风水哈，阴体风水经。哈，咱就这阴体风水经啊，讲来较单嘞，已经今是七月十八啊，哈，七月十八十九来啊，哈，这个所有一切对头因缘果，因缘果啊，这段落。在昨晚呢，在台北回来，台北一经班上课回来呢，昨晚就沉沉睡呢，梦就到位了，就笑开了，梦就说，有一个地主啊，一个的地主，土地一大丁啊，就往生去啊，一世代人往生的足济足济啦，就几大丁啦，往生去，往生去嘞吼，但好啊，无的话统一的甲各位找恁的厝，找厝，找恁风水找厝，找厝嘞吼，就时间到啊，时间到下晡啊三点通啊，三点外嘞，我就带几大丁拢出来。后壁发出一大阵足大阵的啦吼，这往生的人讲爬袂起来，讲老师啊，恁爱甲摸我的神一摆啊，我咪来摸，遐大阵我咪来摸，我你讲你都要找着，你讲爬起来甲叫我甲你摸恁的神一摆啊，那对，嘿啊，无你叫我来，我你我要用点地理吼，无你就甲我摸我的灵位啊。我无我摸着做代表就好啊啦！哦，几大天啦，大家足欢喜，轻轻锵锵，伊哦，都直直对日头吹，这大中港去啊！西平地，去到遐嘞，大家拢唔惊哦，叫我爱带阿头，我当了囥只，换只换黑鼠带，甲只好啊，甲大中港个只好啊，都过西平个即条都海，都好啊，是拢海里个咧行。哈，只要连腿有连敌，哦，法师带到啊，只嘛，我要来等，较黑嘞哈，就因着直直，规条天直直西平去啊，我这再死个叫，等下昨暗在忙者，唔多当惊要收煞嘞，要收煞，风水的网啊，甲恁做好啊，厝做好啊，尼恁爱甲你行，我叫你摸神一摆啊，尼我甲恁去啊哩，后下嘞。过来听，欢喜喜啊，欢喜喜嘞，吼！今日气氛，规天的气氛，甲即摆现在气氛，天气气氛，甲昨暗的日梦中嘞，说话完全拢相像。外面的一日头嘞，吼，这光啊，那像即摆安尼吼，真正柔，真正艳，佫柔，真柔，艳中带柔啊，水气啊，吼，那千条啊，吼，非常的相符。对现在日头，咱这大殿西边都向西，咱的江堂面头前都向西，对西直去，伫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这是咱要转去的所在。
虽然咱伫世间暂住咧几十年啊，吼，但是咧，咱一旦往生以后啊，咱要转去对西方入去，日头落山落山啊所在入去，迄是咱的希望，迄是光明，迄是光明。哈，若是啊，各位是讲神知识，当上历代祖先救援之作，加之无缘住世的因缘，十方法界诸有情无情的众生啊。你若是执着你伫世上、地球上小小一粒地球上诶，即小小一堆王啊诶时啊，安尼就错去啊。所以啊，恁现在即时啊，听着听经文法以后咧，哈，咱就即时放下下即个执，然后咧，好好对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入去。叫做世界的净土是安尼庄严者，我佛说阿弥陀经啊，今日圆满有讲解。哈，那么如何呢？一旦对西方入去，哈，一旦咱人命中以后，好要如何下离这个苦海呢？下离呢，这个天为山，这地狱呢，咱啊只有啊照地藏王菩萨甲世尊所开示的妙法呢，按照地藏经的妙法呢，好好啊，修心养性，做人敬伊尊的人啊。咱爱做行善布施救度一个需要帮忙的人，然后将这功德咧全部回向，吼，咱只祖先救援七祖。那安尼只，咱每个人的祖先呐，生生世世七地祖先救援等等啊，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们讲这个《阴地风水经》，《阴地风水经》啊。啊，已经特别圆满了。若是啊，十方，吼，若是十方啊，恁爱饮茶风水经，恁也爱食，我欢迎各位啊，恁呢下回吼来啊索取，吼来索取。现在咱开始诶，来看饮茶风水经，尾啊一段。王禅老祖几国先师过来开始。我平时在家奉祖祖先真神位，庙里哈真团真重义，神仙哈神位，祖先神位安奉正厅堂，早暗定性去忏悔，心静行为更端正啊！祖先神位在心田啊，莫说祖先不灵保佑你啊！哈，好好静思日行善恶。功多少，功多少。若因多行善事不仁孝啊，祖先欢喜随心啊，勤保佑啊。若是日常不行功立德，祖先身位再好也无益。咱平时咱有个人，吼，咱来供养祖先，采祖先的身位啊，吼，直接身位啊，庙里啊，吼，庙里啊，吼，传古今家日。啊，已经甲咱个讲。好，祖先的神位啊，啊，咱安是正听，有个人啊，将许多人祖先的位啊，安尼。走开，别讲啊！哦哇，这点我看了挺艰苦。我咧安尼别讲啊，人先生就讲，阮祖先咱袂用含神坐倒位，我胡说八道。无你的祖先有惊我安神位哦？祖先位中啊，是安尼，安那祖先个安尼别讲，咧走开话安尼辛苦。吼、哦，迄咱人在心啊，听着惊伊孙啊，以后有够无这个叫做。无这个叫做好结果。啊，后下祖先嘞，啥啦调动人，咱啦厝啦吼，要做嘞啥啦调了，无要紧。结果嘞，有厝大嘛，啥啦调调去仓库。我讲你啊，把它调去迄个地塞库那边啊，蒙海啊，祖先啊就大袂调一道病。所以咱人哦，是这个观念啊，干来哦，就是那无比，啊忘恩背义。拢唔知啊，这个利害关系，啊，所以啊，奉行十方善知识啊，
信仰大敌。哈，咱拜神无拜无要紧，拜佛无拜无要紧，你拜祖先一定爱。好，你敬重祖先嘛？好，拜祖先。过来呢，咱的心里是安好的，咱边仔就是祖先。祖先是甲你神圣照顾平凡平大，无讲神较大。那无祖先，神嘛爱有祖先。那无祖先呐、啊，哪有神，哪有佛，哪有菩萨，无嘛。所以啊，咱的安神呐、啊，咱祖先位、含神位平等。莫讲哦，我是什么教的？什么教较大，未来会较大，什么会较大？我你讲，你现啊无现在就无未来啊，哪有什么未来会较大？现在、现在、当下、现在、现在是行善唔做咧，都做恶多端咧，无一个更大的心啊，未来要成佛啊，照拼咧。所以食就树头，我拜桂枝头，食桂枝啊，拜树头一定爱。好，你无点到老去，甘蔗你点到老去。那安尼就错过去啊！我看真侪信徒，啊，伊诶，干呐拜祖先啦，嘿，事业作顺时，家人就稳稳。啊，有诶咧，厝咧含祖先都一直都无，含神像都无，干呐烧斋咯，只好拼咧。吼，即个一只红红故意啊！咱呐，吼，诶，重视祖先，咱就正一听哩，吼，真清气诶所在，无同壁角啊，餐厅壁角啊，吼，迄个安尼咧客无一个位。哦、早晚定性，吼、哦，甲忏悔，心正行为，这个端正，咱个心啦正行为啦，做事啦，较行较正嘞吼。祖先行为一定是咱心田内底，哈、哦，心田内底。那我讲祖先啊，无保庇，无保庇嘞，哈、哦，各位啊，好好的想看卖，祖先是毋是第一无保庇？这观念错去啊，在。某一个关系啊，客人争，遐风水啊，我去看，欸、奇怪，壁角啊全，人祖先啊红一红，我问个苦老先生啊，我苦老先生，是安怎来？壁角全是红，遮济，伊讲我遮习惯吼，上台省人无趁无食的时啊，啊就甲主管讲，讲恁吼爱斗拼，吼、哦、我呢吼，即个趁有食，我来做大门的，发大门风水，啊伊就。阿个强，阿都出去拍拼，拍拼了，赚到家，当然嘞，伊就安，阿就风风水就做大门啊，关起来哦，做大门啊，大门啊做做了嘞，哎，事业算算个歹啊，算一个都切了呀，哈哈，这安去，那之前做啥都麻烦啦，阿都事业那个失败的时啊，阿较切嘞，当然好，只做生意只唔妥谈。出去吃好，互你住。啊，你是安尼拢唔到到妥谈安尼哦。好啊，都起码甲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去壁卡你永远都卖无法度落去涂骹，永远都无法度落去涂骹。所以，咱咧客人总煎一个骨头咯，吼、哦，拜几桌。就是讲，这是看大做小，咱无道无比。那么风水咧，原来招西门啊咧，拢有得到灵气，啊，就趁有食咧，你从开始咧。你换做大门的，大门的嘞做无到，灵气无到，熬的先生未出事，啊、哦，所以做嘞开始一直拜，啊，一拜嘞，伊就怪祖先啊唔保庇，所以伊就啊关起来，去别讲啊，吼、哦，这咱呢，有个人拢莫个祖先无保庇，啊，我讲因多行善事啊，啊，无伫人个后边嘞，不认后啊。祖先欢喜，随心保行保佑啊！咱呐做善事啊，好多做嘞，咱祖先一定会欢喜的，感到保庇，这千真万确，哈、哦！啊，若是日常不行功，行功立德啊，哈、哦！祖先身为一颗再好嘛，无用就对啦，哈、哦！这是千真万确嘞。过来讲到大孝之家啊，祖先必安宁。哈、啊，不孝之家满道咒骂也是有啊！若欲借助安魂求兴旺啊，心田良善为人子孙啊，叠叠香。是故祖先身为安祖先安心啊，心安无愧心自宁啊。好、啊，我咱上大孝的人啊，上最大有孝的家庭啊，哈、啊，祖先一定很真安宁，
祖先是安宁。啊，若是不好的家庭啊，你家属咧摆到规桌、规酒店啊、规桌顶啊，拢酒吧的是啊，嘛是拢虚伪的啦。祖先嘛无迄个面子来到来食。啊，咱比如有当咱囡仔出去外口共偷着物件倒来，买互是大人食，我相信你嘛唔敢食，同款的道理。同款的道理，所以啊，各位啊，咱若啊友好者，祖先就欢喜啊，哈，是人很欢喜。若是囡仔不好者，想尽办法嘞，未来爱偷摕物件，然后嘞啊，共怪共恶共的倒，哈，共抢共劫啊，食顿下要服侍大人，我相信你嘛唔敢食，你嘛心未安，哈，是活人死人同款的心啊，哈，讲食药。制作安魂求兴旺啦，假使呐，大家若要制作安这风水啊，要求兴旺的时啊，心田良心为人子孙坐得香，叫咱心田爱良心，人心爱良心，子孙啊一直地地都兴旺，哈，是个祖先心位安心位啊，那祖先的心位啊安心安心，咱爱先咱安咱的心，心若安嘞，无亏嘞，无惭愧的时啊，无亏惭愧迄个。无亏的事啊，都是你一定头壳清醒，哈、啊，心内很清醒。后来都作为人前最忌电视机啊，吼、啊，是咱即摆现代时代，甲古早无共款，无共款，哈，拢开始啊。作为啊，祖先的面头前，作为人前最忌电视机啊，冰箱在油变火动啊，家中之人。迄讲不断吼、哦、怪病人，更有迄阿新哥头顶天啊，作为之下机器声音动啊，哈、哦、家中离出不孝人啊，我个爸母哭翻天呐、啊，爸父必为最危机啊，惊你我也不孝息，吵闹连连不停止啊。老板先书妙法之妙理，祖先身为管家，在本位啊，依法安坐祖先必安宁啊，惊诸侯失贤啊，事业兴。就讲咱祖先啊，咱只安心位，安心位咧，咱只是时代无共款啊，家内电器设备足多，所以祖先的灵前啊，上惊有电视机。上惊有电视机，吼、哦，安尼透着电视机啦，电波会反射。俺一个地主啊，啊都听到我讲，这个头前袂用电视啊，电视机啦，高血压，吼、哦，啊困袂去，吼、哦，心头乱。哦，伊有一天呢，伫厝安尼吼，含孙啊呢，孙啊无乖，气甲面啊红起起。啊，听到安尼讲的时啦，吼、哦，都紧来对伊个啊都。祖先的面头就拄拄电视机，啊，原来都是这個问题，再甲刷边去刷掉去啊，血压来怎好诶，面红怎好诶。过几一礼拜呢，专工起来答谢老祖讲，伊的血压呢，老祖甲医好，伫电视中甲医好。我电视中来医好，伊讲祖先的灵前，迄、那个神位面头前啊，电视机伫遐哩啦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血压拢悬起来，规家血压乱糟糟，吼、哦，咩咩冤家冤家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伊就安尼刷了呢，乱嘞，家内足平和的，吼、哦，足欢喜的，伊讲老祖甲医无唔对，吼、哦，无唔对。啊！啊，冰箱伫好冰伫冻，啊，咱一个新进度啦。啊，伊诶，就买一个新冰箱，新冰箱。啊，伫这边呢，哦，就咧胖，就咧拉，就足欢喜，囡仔就开，就冰，就好。新冰箱倒来啊，冰箱倒来呢，吼，就较骨力，放物件，较骨力开啊。鸡皮搁咧胖，啊，我搁开搁咧崩，吼，就啊倒来呢，家己嘛弄未清楚。出来，这囡仔一直不好，囡仔乱吵吵，好血压一直高，
啊，奇奇怪怪病，脚酸、脚麻、手咧，阿妈棍酸、抽疼拢到位。好，啊，都安尼坐，感觉真紧张啦，食药无效，死个无效，去问神嘛问无。啊，有一天啦，人就真艰苦，真艰苦。啊，暗时拢困袂去，困袂去咧，啊，就起来咧，切电视，我遐切掉啊，切掉我啊，看到老师咧，在讲厝里风水厝内底，佫愈听愈趣味，听到尾啊咧。讲到祖先的神位啊，好平，唔好有机器，唔好冰箱，唔好电视，唔好音响。你落来，伊只哈，我的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我的囡仔才会这哩歹，这哩歹。吼，最近中间呢，怪事连连，透暝呢，家己搬去起翘翘。啊，拄在搬时啊，老婆啊起来，我讲咩？讲咩？我你食饱先用啦。啊，我这个未够好啊，这可能我无食，可能业障犯。好啊，家己就按摩，家己敲敲到规规块不大困，啊个敲掉，啊全衰啊，啊全好呀，感冒也好呀，吼、哦，身体平安也来啊，啊家来完啊较完满，血压、心脏病拢无去啊，所以啊，咱啊现代病啦、啊，所以以前怪的病，以前怪有够侪怪病有够侪，有够侪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咱的家庭环境我有关系，哈、哦。家中哈，你等咱的家中了，咱的身位还是处的岗位，拢同款的。下骹唔好恐怖的杀，哈！你若恐怖的杀，后面的动物你就做无食，迄是得失处的岗，是无几啊鸟。哈，这讲的同款的哈。白虎必为最危机啊，惊你五日不好食，吵闹连连不停歇。咱这好平身位。咱拼，揢哦，揢到揢里拼。啊，祖先啊啦，为着个祖先来甲揢里拼，即爿拼，祖先揢揢里拼。囡仔无听你话，招拼嘞。新妇啊，吼，心会乱，莫名其妙。我伫阮兜心就好，嫁来恁兜时，心就遐乱，吼，啊，就遐个熬念，遐个遐个，吼，是当下熬念，逐个呢都大声细声就到位啊。吼，这是种真思想的代志啊，吼。咱只怪讲心腹不好，安怎？所以若一寡咧，做人打官，要做打家来啊，拢讲阮心腹诶，好足不好呐。我讲你，唔是你心腹不好，你唔对。如果我若唔对，好啊，这来本来想讲希望我赚了个到面心腹咧，结果来去老师面。我讲你可能咧，原因说讲好听，所谓叫风水切的原理啊，好，我风水。我就是讲，你基本就家己看看咧。这风水内底有原理的，拢伫内底啦。你的囡仔会安怎，拢伫内底。我房间啦、灶啦，你去看者吼，内底拢有足详细。你家己看看咧。啊，我伫边仔看。好，我再慢甲你讲。好，现落看看咧。哎呦，老师啊，安落阮兜的问题了，连有灶的问题啦，灶了都甲变数门相对，灶位甲厝楼变数相门相对，啊，灶都含房间门相对。走啦，吼！走空，亚速路位啊，伫切的位啊，亚速路都含新埔的门小队嘛，搞烧咩？含咱的大官大家的房间门小队嘛，烧咩？啊，走位含门小队嘛，烧咩？啊，了了，吼、哦，老师啊，歹势哦，吼、哦，我较早怪阮新埔，结果就是阮唔对啦，唔是恁不好啦，我哩唔是恁不好啦，是恁唔对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我咱的家来啊。足侪问题，环境个白条，环境个白条，哈、啊。罗曼先书妙法之妙理啊，祖先身为官家财本位啊。咱罗曼先书罗文公笑啊，因牛法，咱啊对土下牛个多顶，土下牛个多面，爱下财下本。下财下本嘿，其他绝对莫下。你若下坏财了，你个官司你走袂离，哈、哦，红烧咩红果你走袂离。你若下这个都义啊，哈、哦，也勉强下病又啊食袂离，下离嘞一家伙安尼鸡犬不宁乱吵吵，哈、哦，啊下害嘞，小人重重，哈、哦，所以啊。咱的这文公笑啊，咱一定下爱下好准，哈、哦，那无咧乱糟糟，你会背袂离，嘿。
一发安祖祖先一定会安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跟你家一家一定圆满。咱继续个经文内吼，祖门若有损坏，宜修建呐，哈，爱宜修建，速速择日，哈、哦，择日良，择吉良日合天时啊，祖门损坏有可惜啊。恢复积灾应注意，若有发现损坏处啊，吉日吉时啊，再合望山向。修坟最忌年月日时冲山冲山向，若是冲山将修啊，将修建，损丁破财，莫怪祖先不显灵啊。施主替人选日修祖坟，忌冲忌山。哈、哦，最不良，若是未能实地量山向啊，也是相问山向再定日。咱的祖先啊，咱普通人害起你爱修理啊，爱注意。哎、欸，祖坟若有损坏，爱修建，爱修建。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叔叔，选好日啊，好时啊，哈，咱爱修理。好、哦，咱莫阿伯紧啦，明年啦，你啦明年这中间要发生啥代志，谁唔敢讲？无在人讲，哈，无在人讲，哈，损坏祖坟有起事啊，无啊，那你弄害的起事，在二三十年前啊，我拄啊咧测量，伫 KO， 去 KO 测量的时啊，哈，啊拄啊伫乌东 KO 乌东啊，哈，一个望边啊，哈，拄啊都是叫的，都是叫的起啦。我笑直摇，直摇，安尼摇摇，先摇到较伫厝尾顶，迄个起来就定。啊，我又唔敢定，伫遐想足久啊，当下啊，这个起来路中心伫望顶，啊，这定落吼，唔知咩啦，我唔敢定，迄暝啦，迄暝是伫困啦，啊，就是早人，我嘛唔知迄问早人啊，啊，早人咧吼，就安尼请五十八岁人，啊，就门就开诶，少年咧，少年咧。我厝尾顶无法顶老虎的遐。啊，穿个衫呢？拄迄个都蓝色个衫，古早色个。我少年少年，我厝尾顶无法顶老虎的。好、哦，拜托个，阿门都怪过入面。哦，我怎啊唔敢去？我是怪怪咧，这个人会讲安尼。好、哦，我就跳在真早咧，我就迄阵就乌多摆咧，徛咧，走去徛乌东咧，迄阵远边，迄门无啊看完了咧。哈，查某人个名，我怎行着？迄间我失咧失咧失咧，我袂甲你定系歹势。啊！我转下以后，若要入去望啊前，我无啥较歪。啊！我讲我遐少年啊，测量师咧，我讲我长迷茫个代志吼。啊！就到尾我遐少年头家啊，我下卖咧，迄搭我嘛卖去咧，你去倒啊？我卖去咧，这个人已经在找啊，好在找啊，喊一个起来咧，都那顶一拉门，都开门出少年少年俩，我出袂得门啊，顶拉门。所以咱风水啊，咱立的啊，紧来吞土，啊，啊头前啊立的别日，咱紧来修理，会较平安。咱风水啦，前后风砍掉的，翕结结的，前关咱下啊，翕掉的时啊，咱呢百病到位，吼、啊，迄个绝顶会绝水，会抓你去爱注意。前后人做关起来，完了立我立的，迄个绝地，吼、啊，迄抓你。啊，人直直翘，到尾也无人好拜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那迄种紧来翘起来才安全，才平安，啊，所以叫咱爱紧来修理，咱那滴修理的时啊，咱爱请先生甲下个望向，吼、哦，咱无清清菜菜，啊，咱先生啊，做先生，咱若要叫人讲，看是修理望啊时啊，咱嘛爱看好日好时下山向，无清清菜菜，吼、哦，那无咧，一寡问题会出来。好、哦，会出来。那过来，我讲，过来阴天风水妙法一牛车。好、哦，古早来啦，过来阴天风水妙法一牛车。未用之时无杂业，千般哈、哦、千番万般呐、啊。
吼，古贤书啊，从头到尾未用无是处。讲自古到即摆呢，牛风水车确实一牛车，一拖拉裤。那未用呢，无十压，未用无十压，确确实实。吼、哦，我这立起来差不多无十压。好、哦，你啊只要令你啊知的是啊，根本你这边呢风水车武一片，我无要做皇帝啊。阿咪我一定要出着一寡，吼做皇帝囝。要出着皇帝囝啦，爱死老爸老母，嘿嘿，无咧服，爱注意。吼、哦，皇帝出来，少年爱死，啊，老阿嘛爱死，啊，剩囝仔家己一个浪流连，啊，磨哦磨啊，七哭八笑咧。哦，所以风水地啊，无想要做皇帝地，吼、哦，这皇恩国位啊，哦，比较财迷心窍，咱偌济德，就得偌济福。咱若做安尼有德咧，会甲咱超安尼。啊，若咱若无德做安尼，会甲咱超安尼，你免惊未？哦，要注意。我千万般，哦，高贤书作的第二书啊，到对头到尾啦，还是要用嘛，唔知要哪找就对啦。四个，哈、哦，四书勤读圣贤书啊，只为悲天悯世，哈、哦，救度人。第零人杰，四书典法眼，摄尽天机啊，造名天下大英雄。啊，自悲大自悲啊！老早安尼开始啊，我都所以啊，各位地理先生，吼、哦，圣贤的册啊，恁虽然认真咧读，恁嘛是为了这条、個、都悲天悯世，好、哦、要救度众生啊，吼、哦，恁嘛是拢是一个自悲心啊，希望互恁做大家真平安。可惜咧，吼、哦，咱啊爱研究较精咧，我地理人格啊，史书典法眼啊，可恁啊，大家拢是。那出高人拢是恁的出点点发眼啊，点着好地理，予人大嘞吼，心会较清净、较安详，心袂乱，头脑较清醒，好歹想得会清楚，吼、哦，所以社会会产祥和，啊，恁就自然发展，吼、哦。但是这嘛是地理先生嘛，真大功德，真大功德。这地理先生啦，我摄尽天机做命，咱风水就重新再做命。像天机做名嘞，哈、啊、大英雄啊，恁就是大英豪、大英雄啊！而且嘞，啊，搁着出一挂傲人、傲人，吼、啊，所以震撼啊！各位地理先生，恁啊，自备三个半暝爱忙啊，波人咧困，恁爱去安装啊，着出日头，日头中啊，恁爱去人看，八悬八低嘛爱人看地理，哈、啊，落大雨，恁嘛是爱人看地理。哦，因为咧，这经验我有，有当时看是爱落大雨咧，主人家袂去行行雨伞，当作压到一只哪搞哩。啊，你阁袂使你讲，你拼咧弄，时间到啊，雨来，时间到，看时间到，哎、欸，你要搞，无代无志，天顶啦，哪像咧，人咧吼做大水，嘿就倒来，你先走走袂哩，时间到，啊，你走倒去，我就咧等这时间，等这时间，主人家，哈哈，无走雨伞。吼、哦，你都压到一只哪搞嘞，都压到一只哪搞嘞，畜生诶！啊，就拍到一只，咱嘛是那黑猩猩、大猩猩，吼、哦，恁嘛是畜生诶！所以大家做地理先生，确实也是真自卑，也是真伟大，吼、哦。但是伟大中啊，爱注意莫疏忽哩，圣贤书加读、加参，即拄啊加参观、参考，吼、哦，加一挂圣贤诶成果啊，吼、哦，那安尼是。咱的自卑心嘛，才袂去搞假的，吼、哦，无真正去搞假的咧。后尾拼是拼，阿袂去搞假了了，无使。吼、哦，老早我开始啊，讲师叔在世有天意啊，救度重生最自卑啊。若能啊，时时在精进啊，吼、哦，祖师化身世间形。我逐位啊，各位地理先生啊，恁来世间是有天意的，吼、哦，救度重生最自卑啊，确实恁救度重生啊。上自卑，有诶咧，啊是你捡骨头，吼，啊你着爱去看，甲胃开，还要画臭哥哥，啊青片，啊安尼钢片，更加你着爱去指导因安尼捡，安尼用，啊即爱安尼做，吼，即一般人我都接受诶，恁我都接受，吼，啊伫无阿波遐尼远，遐尼歹行，恁安尼一堆一堆一站诶，即恁有法度，一般人无法度，所以啊，即个问题啊，就是讲。咱地理先生啊，恁在世间都是有天意来，吼、哦，你为着救度众生啊，吼、哦，一只来，吼、哦、是若是讲恁来个时时个精进啊，
我相信恁祖师化身啊，伫世间上，恁都是地理祖师、风水祖师、八卦祖师的化身，伫世间，去行伫世间。多多开箱，今日世事啊，降世间呐、啊，江南江北，西渡东，西至东，踏遍千江一千江一万山呐、啊，只为天下太平，哈、啊，只为天下太平安，现在现在。罗道开始讲啊，今日所谓地理信息啊，风水地理信息啊，吼、哦，恁安尼啦，江南、江北啊，对西走啊，东东走啊，西啦，吼、哦，南走啊，北走啊，来北南啊，吼、哦，踏遍千江甲万水啊，踏遍千江万水咧，只为天下会当出着好人，拢会出着好人，出着好嘅人，出着富裕嘅人，出着慈悲嘅人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就是天下太平安，现在现在。多多开始哈，最后一个经文哈，伊讲混元今日今日秉承祖师啊下凡尘啊，传达圣贤祖师意啊，普愿世人行善积善德啊，啊救度苦难众生脱苦海，亡者啊下地下集六处，分灵生净土，往生西方世界极乐国，了脱生死不轮回啊。啊，信者修心养性，念佛供养祖先，成极乐。哈、啊，名扬两利一条心嘛、啊，成就自性极乐，世界佛净土。方士混元今日传授阴体风水大妙法，普愿世人了解阴体风水真妙理，大孝善德世间行。哈、啊。讲今日我本人咧，吼，因为老祖叫我做一个做一条做风水真经，吼，阴体风水经，哈，将过去阴体风水，哈，种种风水啊，拢传落世间，哈，世间证据有够多啊，哈，一直传，哈，我嘛，但最无一个私心，我若私心的时啊，我一定会讲甲牵甲死翘翘，所以我若知，我一定讲，我就袂留，袂暗藏。唔只咱个观世音菩萨，伊讲你若遐呢，摄天机，我真简单。你若卖华仔，我未摄，就未讲。啊，你若华仔，淡水就无天机。啊，既然若无天机，我就爱讲出洪灾。社会会乱就乱，你讲我避一下，我一生我念一阵，后世传的人去多点念一阵，念到阮那个多顺去的，一本就念了了。好，过来转假啊！这就是安尼，所以社会一乱就安尼。那么今日，哈、哦，这个阴体风水我讲完了以后咧，继续咧，哈、哦，中秋以后咧，我嘛要讲江腔风水学、江腔风水经啊。好、哦，这个风水真经来着，江腔的风水经，江腔的兴衰，哈、哦，成败咧。影响到社会有够严重，有够厉害。一根钢枪呐，都够翘嘞。后壁对面几百人、几千人嘞，生活起问题，社会偌济问题。好、哦，所以啊，老早啦开始啊，讲自八月十五以后嘞，好、哦，我即适当的时间呐，再去公布。每伫咱新闻时啊，继续来讲解嘞。好、哦，即、這个钢枪风水经。哈、哦，我出去外国啊，伫个大陆，好、哦，其他国家来看嘞。啊，一寡风水啊，哈、哦，工程啦，有做无好势咧，甲看看，啊，这风水对歹，哈、哦，这一定都靠桥，真正都靠桥。好、哦，咱即摆台湾真侪人出去外国投资，结果落唔对去，公营出去，惨惨倒来，真侪。那么呢，这就是造成社会乱象嘛，所以啊，老早开始啊，我继续我讲这里、個，啊，这里、個、工程风水经，工程风水经，哈、哦。啊，刚才风水讲讲了嘞，啊，咱嘞老早嘞传妙法，哈、啊，咱要成立易经大学，空中嘞，迄、那个教学，时间嘞可能伫明年三月，新历三月以后，哈、啊，即在时啊，全省第四台，我会一直联系，
哈，早时五点七点，吼，你甲易经，哈，若是十方啊，有兴趣要听这个易经，研究易经在家研究的人啊，吼，咱的迄东西，再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哈。目前较逼我嘞，就是工厂风水经，好，我嘛是会继续过来讲，好，也是各位啊，是讲身体学有兴趣，哈，要未做老板的人爱了解，已经做了老板的人更爱了解，啊，过来要未做老板的更加爱了解，这风水的妙法，哦，这就是讲，今日嘞，我本人嘞，啊，咱祖师啊传这个法来，好，我逐水会遵照我这咱的祖师啊王禅老祖。王禅老祖归国先师，诸大如来啊，菩萨啊，祖师爷等啊，哈，会开始的，我一定会认真，哈，照这个开始去做，哈。普愿咱的世间的人，会当大家拢做善德，做善事，哈，救度，希望呢，会当大家共同来救度苦难的众生，脱离苦海，会当大家共同来服蒙者的人啊，哈，这个六笑。六笑长的观察啦，吼、哦，这个网啊呢，咱会当甲卸掉去，好啊，咱超越去，往生西方叫做世界的净土，这才是大家会转去的所在，唔是迄对网啊是咱转的所在，网啊几年后会灭掉的，但是咱的心性、佛性、自性的，你永永远远未熄灭、未灭，好、哦，咱的西方叫做世界，才是咱转去的所在。了脱生死不轮回啊！信者修心养性，念佛供养祖先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哈、哦，名扬两利，咱阴的人、阳的人啊，哈、哦，拢共款一条心，哈、哦，一条心。阳的人，那么对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就现在外面西边日头这么炎，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。那这才是咱爱去的路。咱唔是一堆土、六笑的土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咱爱等于对西方叫做世界去，这是咱爱等于所在，吼、哦。所以名扬两利啊，一条心，大家共一条心，哈、哦、啊，成就自性叫做世界佛净土。咱爱对西方叫做世界等于，咱爱成就咱西方叫做世界佛净土，这是咱本人，哈、哦，本人今日传授因体风水。的妙法，风水妙法，希望世间人会当了解风水真经，甲风水系阴体风水学，这个妙法，这个妙理，好、哦，相信呐、啊，咱来了解以后咧，咱都要大孝成德世间行啊，咱每个人要等到大孝，吼、哦，咱都我伫世间呐，行到真逍遥自在，咱都我都大孝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无讲。任你偌济钱嘛无效，吼、哦！你讲偌济钱要创啥？死了后未知，吼、哦！死了后顶多未安心尔，心未安，吼、哦！死了后烦恼一大堆，为倒去，哈哈，可怜啊！心唔知伫倒去，吼、哦！所以咱死了后要倒去倒去，目睭金箍箍。那在这个八年前，我一个皈依的徒弟。好，伫台中姓蔡，啊伊呢，我出国日本呢，伊都当往生的，往生的呢，第二暝呢开始暗时干啊，干啊，竟然说那个伊无落好去，无落好去，真烦恼，啊无人插了，第二暗、第三暗，佫甲四个囝、查某囝总托梦，啊这查某囝入含囝拢一半嘞，才讲脏的梦拢共款，伊讲怎么样呐？啊，才听了老师讲到皈依的时啊，皈依前爱烧开。啊！那规整内底有老师的相片，呾害啊！啊！呾了，好啊！呾拄着啊！吼，这我袂转来呢。对这个伊是大人，已经伫灵位藏伫这个啊台中主神寺纳骨堂、纳骨塔内底。啊！伊个将规整呢，哈、啊！伊就摕用金纸甲烧，烧起一道光，唰一下，走去灵位面头前。哦，遐囝用白出来，惊吓呢！呾是安那呢？迄暝呢，哈遐囝呢，都看到老爸足欢喜的，笑眯眯的，对西边去，好、啊、对西。
啊，我等下这个老师，你的相片我给你收起来哦，含迄规只个收起啊。啊，我爸爸就安怎讲我听，个收起啊。我上好，你爸爸会当带我去上好，因为对西方啊来当带我去上好，我先收。吼、哦，你明白？你甲收无紧。哦，所以咱人死了后，你都去西方达最简单的所在，大家莫怀疑，在座连坐上的西方神圣大德，各位各神众亲，当上就在祖先甲英灵，哈、哦，甲众生顶。西方日头落山的所在，正是咱去的所在。哎，日头落山的所在，正是咱的要转的所在。哈、哦，虽然落山你看无远，恁得去，真爱真有一段这个距离嘞。但是咱这善念一善一善念啦，一个念根之间嘞，咱就要得到西方。哈、哦，那是咱念啦，接伫世间的六朝的梦啊，的时啊。啊！甲接着世间的名利财利啊，我相信你一定对了，百分之百爱注意嘿。啊，金传阳台风水吉福咒啊，咱的阳台风水啊，都做传一个阳台吉福的咒，叫做嗡吼嗡哈，尼沙那沙那嗡尼沙那沙那吼嗡。嗡，哈、哦，你那啥哈，嗡，你那啥哈，那啥哈，你那啥那啥，好、哦，咱呐、啊，伫祖先的风水啊，咱人去啊，咱念即句咒，哈、哦，伫祖坟面头前。用念哈，嗡、哦，你那啥那啥，嗡、哦，你那啥那啥那啥，哈、哦，你安尼嘞，咱那是祖坟的面头前啊，念因哈，咱、哦、是大人，伊就袂讲干咱接地这个梦啊，袂接地这个梦啊，这对嘞，因就会速速对西方叫做世界的去，哈、哦，所以嗡、哦，你那啥那啥，嗡、哦，你那啥那啥，嗡、哦，你那啥那啥，哈、哦，咱呢，干念这句咒啊，哈、哦，因嘞。就袂接地讲，干那过去忙啊，休息吼。那安尼嘞，咱嘞惊伊孙啊，那么一点一点好就对。啊，王祥落座说，哈，说是今日，是咱三月二日，农历哈三月二日嘞，哈，落座生日啦。迄天袂阿妈啦，吼，将这个法嘞讲出来，我就陆陆续续直直甲写，直直讲，我直直抄嘞。啊，讲到煞。那时啊，天气哈，诸天圣神啊，诸天圣神，九天玄女，阳光神师，历代风水祖师，甲十方来诸大圣将护法等神就欢喜信受，非常欢喜啊！王禅老祖开始这个妙法啦，搁伫世间行，搁伫世间行哈，所以伊就赞呀，共同就是这赞，哈。的阴阳，的阴体风水真妙理，哈、哦，正法出世救人心，方寸善心是祖营，哈、哦，积德之家地地兴，世人应知父母恩，大孝之心性本营，若人不孝求祖荫，本末颠倒。难超生，哈、哦！将诸天圣贤、大如来菩萨啦，啊，拢在来只听王禅老祖开始这段，哈、啊，很非常妙的风阴体风水真经啊，风水经以后咧，这个是啊，东方圣贤，这个随来下宫，灿烂圣境啊，光明普照十方啊，哈、啊！咱就讲风水真经甲今来，现在咧，这个时阵啊，咱大家在看外面的天界，西方的天界，哈、哦，这个光明的净土，光明的世界，普照十方，哈、哦，普照十方，哈、哦，现在上天顶，哈、哦，西方的天上，哈、哦。
这圣贤随崖在下宫，啊，随下宫，多加着咱的这塔，吼，这个金色金塔，哈，含咱合二为一，哈，合二为一，万法为心呀，万法为心。咱各位在世间，在世间一切善恶，一切尊服一心，一切尊服一心，万法为心，咱爱体解，哈，万法为心，咱那了解者，咱才有法度离开这五罗恶世，才有法度离开咧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苦境呀。所以咱若是体悟万法为心以后，咱才有法度对体悟到西方净土，好，这个极乐世界。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十方善行大德，各位啊，参加听经闻法，念道上各世众亲，同向历代祖先救援之祖，哈，无数无言诸善，一应令恁大家呢，放下世间的名利，放下世间的执着，世间是苦，西方叫做世界，光明的佛净土，才是咱等的世界。各位啊，法界，各位，这个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的十方法界众生，哈，等等，咱啊依照往生老道开始啊，会当对西方叫做世界得去，或者是咱要等的所在，只有干那这条路者，才是咱等的所在。人类世间偌高计较，偌高执着。偌敖唔愿，偌敖不满，拢是过去。你个掠也未着，你个接也未着，你要个个把握也未着。所爱把握的是啥物件呢？当下现在这个心，现在这个心啊，吼，遵着这个心啊，对西方叫做世界的去，吼，唔通回头，唔通回头。这嘛是我本人呢，吼，所希望的，所。诶，最大愿望啊，希望自此以后咧，大家会当见性成佛，早日证入无上的菩提果。阿弥陀佛。